箴言25:27，吃蜜过多是不好的，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。蜂蜜对人有很多的好处，但是吃蜂蜜过多是不好的，因为体内过多的糖分会使人肥胖、过敏、罹患心血管疾病，以及诱发某些癌症的疾病。考究的原文意思是搜寻、测度，就如同一个人在搜寻引擎上搜寻所要找的主题一般。许多人花了过多的时间在网络上，同样的，一个人考究搜寻自己的荣耀也是不好的，只会助长自己的骄傲，这是令人厌恶的事。